盐水夜景港灯这展览品最后一个了，哦，竟然到那个南荣科技大学呢，南边那个水秀里的桥西边这里了，浮光水影，哎，每一次展演四分钟，晚上7:30开始到10点，哦，你看，可能在这水面上会有出现光，在晚上看才看得出来。嗯，这是今年新增加的一段，中华民国107年，公元2018年新增加展示区这一段。